大家好，我是 Heidi。 这个背景是不是很陌生呢？这里就是我男朋友的房间，因为呢本身我们想着一起拍片的，但是他现在在睡觉，所以呢就唯有我自己拍片了。大家看到片头的时候，是不是以为今次是一个冲绳的 vlog 呢？错了，因为跟妈咪去冲绳的时候呢实在太累了，所以呢其实很多片段呢都好像是没有我的样子的，所以到现在呢我都还没剪辑到成为一条片啦。可能零零碎碎呢可以一路慢慢给大家看看冲绳的风景或者夜食的，但是如果要做成一个 vlog 的话呢，可能会有少少困难。所以呢延伸成为今天这条片的出现呢，就是给我做一个申诉大会啦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爹地妈咪去旅行的经验呢？我不是第一次带阿妈去旅行的时候就来这个申诉大会的。我每一至两年都会带爹地妈咪出国的，通常都是自由行，很少很少去跟旅行团的啦。而我的经验呢，带他们去自由行是一个吃力不讨好，好像翻了两份兼职那么辛苦的一个经历来的。我觉得这个世界大致上是分开两种去旅行的爹地妈咪的。第一种就好像我男朋友的爹地妈咪那样，他们每一年都是会自己和朋友出去自由行，自己收集资料，自己去找东西吃，自己去那里玩，跟着自己再回来，很 smooth 很成功，不需要他担心的。而第二种就是好像我的爹地妈咪那样，完全是不会自己出国的，最多都是参加那些两至三日的大陆旅行团的。这个就是噩梦的开始了。咁话说长线同短线呢，我都带过爹哋妈咪去㗎啦。短至台湾啊、韩国啊、日本咁样，长至欧洲呢我都试过嘅。咁所以呢今日呢就有好多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如果你係諗住带爹哋妈咪去旅行，仲要係自由行嘅话呢，我諗呢条片可以帮到你好多好多嘅。第一样我觉得好辛苦嘅係呢，我哋同埋爹哋妈咪对于自由行佢嘅 definition 呢係有好大嘅分歧嘅。好似我咁样已经做緊嘢一年得个十几日假嘅话，对于自由行去旅行嚟讲呢，绝对係想休息啦，跟住放慢个生活节奏啦，等自己透下嘅。咁但係呢对于父母嚟讲呢，佢哋就觉得自由行呢係要精彩紧凑。咁所以呢，如果我自己去旅行嘅话呢，可能就係十点零自然醒啦，十二点出门口，跟住食个晏，有个景点，跟住又周围行下，再食埋晚饭，八点几九点就会返到酒店㗎啦。咁但係呢对于我爹哋妈咪嚟讲呢，呢、这个完全唔合格嘅。佢哋係要点样呢？朝七晚十日。即係话好似你返完一日工咁样，之后仲要返多份兼职嘅感觉。係好攰嘅。佢哋会觉得如果个景点係九点钟开，最好九点前已经去到买定飞，企喺度等佢开。跟住之后呢里面一定要玩到尽善尽美为止，唔可以 miss 任何一样嘢， miss 咗就蚀底㗎啦。而第二样我觉得大家有唔同嘅呢，就会係飲食文化啦。其实我带妈咪去旅行嘅话呢冇呢一个问题嘅，但係带住爹哋呢就突然间有呢个问题啦。我爹哋呢係非常传统嘅中国人啦，同埋非常传统嘅中国男人嚟嘅，佢觉得一定要食饭。好记得同佢哋去欧洲嘅时候，你都知道欧洲唔係食意粉就係食面包，唔係食面包就係食 pizza 㗎啦。咁所以呢同佢哋喺英国同法国嘅时候呢，当我爹哋同我要求每一日每一餐嘅晚饭都要吃白饭，我真的找得很辛苦。我还记得我带了他去西餐厅，想着吃意粉或者是吃 risotto， risotto 都是饭啫，对我来说，但是原来对爹地来说这个都是西餐来的。所以呢那阵时我跟他去英国呢，我们去了不知四日定五日，有三晚我们在唐人街吃饭。你有没有试过在英国玩几日的时候，日日都是吃烧味啊、咕噜肉啊、炒菜心啊这些呢？我就试过了。第三就是要顾住不同团友的需求啦。例如我和我妈咪是非常喜欢行街的，但是我爹哋是超级不喜欢行街，他喜欢去景点的。如果是跟旅行团的话，他们没得揀行程，他们是绝对不会投诉。但是当这个变成自由行，即是说他们大家都有得揀的时候，那这一件事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争拗点啦。无论去旅行之前一个月两个月之前已经买了一些旅行书给他们，究竟揀有什么景点他们想去呢，他们永远都是答你一句，我们没所谓的，去边我哋都得噶。咁但系咧，当你去到嗰个地方嘅时候咧，呢一句冇所谓同去边度都得咧，完全系瓦解咗嘅。佢哋会问你，旅行书又话有乜乜乜乜乜嘅，我见到旅行书讲有嗰度嗰度啲嘢好好噶，点解我哋唔去嘅？
经过好多次的经验之后呢，我就将他们变成了景点是七成，行街是三成，最好中间被 Daddy 去酒店休息的时候即刻跟妈妈冲下去楼下行街，这个就是最理想的方法了。跟着有一个问题呢，就会是十万个为什么了。这个通常都是会跟妈咪去旅行的时候发生，因为她是一个家庭主妇，她是比较小朋友，很少跟朋友出街，同埋好少接触社会的事物的，所以对她来说所有东西都是很新奇很得意，同埋点解嘅？系啦，咁所以咧，有阵时同佢哋一齐去旅行嘅时候咧，就要做非常之多嘅资料搜集。咁你每去到一个景点咧，就会好似一个导游咁样，可以同佢哋讲到啲历史嘅背景啦，同埋一啲文化嘅知识噶啦。仲要咧，同爹哋妈咪去旅行咧，你系身兼数职。喺呢个时候，你唔净止系佢哋个女咁简单，你要做埋领队啦、导游啦、食物评价员啦，同埋价格专员嘅，佢哋会问你究竟我买呢一样嘢喺呢度买平啲，定系我哋听日去嘅地方平啲啊？听日去嘅地方我都未去过，我点知道会唔会平啲啊？其实我平时个方向感咧都系非常之差嘅。我同我男朋友一齐出街去旅行咧，所有嘅路都系佢揾。我已经试过荡失路非常之多次，一路睇住 Google Map 行去前面大家餐厅，一路喺后边。但系呢个冇方向感嘅我咧，一同妈咪去旅行咧，就会即刻变成一个大成功噶啦，因为知道靠隔离嗰个系冇用噶，所以喺呢个一定要靠自己嘅情况底下咧，我会有大跃进噶。我同佢哋去旅行又辛苦又攰，咁点解仲要同佢哋去旅行呢？系爱一下你。其实你有冇谂过每同佢哋去多一次旅行？就代表可以同佢哋去旅行嘅机会逐少逐少咁样减落去。其实我哋唔系剩翻好多年可以同爹哋妈咪去旅行噶咋。佢哋去旅行嘅时候虽然令到自己好攰，但系见到佢哋去旅行嘅时候好开心啊，喺啲景点嗰度系咁影相啊，跟住会买好多唔同嘅嘢啊，翻到嚟又会周围讲去咗边度去咗边度咁样咧，我都觉得一切系好值得嘅。好，到最后等我俾少少建议大家啦。如果你都谂住同爹哋妈咪去旅行，仲要系第一次嘅话咧，最好都是跟团啦。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好想试下自由行，或者你 plan 住同爹哋妈咪去一个自由行嘅话咧，我都建议大家会去一啲三至四日嘅短线旅游，最好仲要系亚洲先嘅。咁样你就可以知道佢哋去旅行嘅时候嘅生活习惯同香港系好唔同噶，同埋佢哋嘅饮食习惯。而第二，如果佢哋系完全唔识得编排行程，要你一个去编排行程嘅话咧。咁我建议你喺每一日嘅行程咧，都加多一两个嘅 alternatives 啦。咁因为咧，我试过同爹哋妈咪咧去法国啦。咁本身我系 plan 好咗去呢个罗浮宫，跟住入到去里边行翻三四个钟啦。点知我爹哋妈咪嫌嗰个入场费太贵，同佢哋唔识得欣赏艺术，所以去到门口嘅时候影咗两张相就话要走啦。跟住佢哋就问咗一个问题：咁我哋之后去边啊？我系真系冇 plan 过噶嗰次。所以我是企咗喺度，然后即刻上网找有咩地方可以去咯。咁所以咧，避免呢啲情况嘅发生咧，我都系觉得大家可以摆多一两个附近嘅行程，如果时间充裕嘅话，可以带埋佢哋去嘅。第三，你记住前面或者后面攞多半日假，等自己真系充分咁休息完先至去翻工。然后咧，最好喺去旅行之前嗰一个月多啲咧，买一本旅行书或者去图书馆借一本旅行书俾佢哋睇下，等佢哋咧可以感受下当地有啲乜嘢可以去，有咩可以行。到时候就算冇地方去拗晒头都好咧，都可以攞嗰本书出嚟睇下，等佢哋即场去揀一啲佢哋想去嘅地方嘅。好啦，咁希望你哋中意我今次条片嘅分享，同埋可以值得大家去参考下点样带爹哋妈咪去旅行，同埋会遇到一啲咩好恐怖嘅事。如果你中意条片，记得俾个 like 个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都会 upload 两条新片噶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